了半天，你看你这才回来。哎呀妈呀，你谁呀？大过年的干啥呀？哎，不是你干啥呀？这。大哥呀，你看那龙鼻眼的吓我一跳，你干啥这是啊？弟妹呀，你家我兄弟在家没？我老头出去了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进屋说吧，快点。啥事儿啊？这火烧腚似的，咋的了？哎呀，出大事了！要不我能这身打扮吗？我现在都不敢见人啊。啥事儿啊？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大半夜的你们两口子打起来了？你跑我那要我给你调解，啊，完了后来你心脏病犯了，我送你上医院，这事记着不？去的时候我知道，我醒来给医院待着呢。你醒来的时候那是第二天的事儿了。我说着在道上发生什么事儿，你还有点记忆吗？没有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是铁岭的第一场雪，比往年来的稍晚一些。别拽了，你说的事儿吧。咱们俩走在雪地上，你没走几步，突然就晕倒了。我一看这没气儿了，我一面打120，一面给你做人工呼吸呀。咋的？让人看见了？不但让人看见了，拍上了，传网上去了。真的假的呀？你看，妈呀，还有这事儿？看着没？可能人家是拍雪景把咱俩给烧上了。最可气，把照片给放大了啊！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，那字咋写的？一对老情人狂吻在冰天雪地里。你说你也是，当时你就看看司法有没有照相的呀？你说啥？当时我是救你命呀，你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事儿啊？那你说董存瑞炸碉堡的时候，还得寻思我搁哪手托炸药包？你说这咋整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不跟人说那绯闻，你瞅瞅，你这不亲我了吗？什么叫亲你呢？我跟你做人工呼吸，不得嘴对嘴吹气儿吗？那不还是亲了吗？人工呼吸，我不对着你嘴吹气儿，我对你鼻子吹气儿，有用吗？当时我要知道你给我做人工呼吸，我还不如啊一下子过去就得了。不，你这人说话咋没良心呢啊？大哥，认真的啊，你上我家来，你啥意思？那你说吧。啥意思呢？你是我救过来的，这回你也得救救我。我咋救啊？你得承认底下那个女的是你。哎呀妈呀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可绝对不行。俺家老头啥样你也知道，小心眼儿啊。你说你把这个事儿告诉他，肯定是炸庙，回来得气死他。轻的跟我干仗，重的得跟我离婚。再说你说我都多大岁数了啊？我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女、孙子都有了，你说。你让我咋面对他们呢？你说这是咋那个？你咋面对？我现在已经都面对了啊！我儿媳妇咋跟我说的？说老公爹呀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我妈走的早，你要想找一个，我们也不拦。你说你这大冬天，你怎么还跑雪地里整去了你呀？哎呀，你说让我出去怎么见人？你说，大哥，啊，你救我，老妹子感谢你啊！你真的。救人救到底，这事儿吧你就自己担着得了，你别说底下那人是我就完了呗。我不说不行，那我成啥人了？我儿媳妇和我儿子不得黄吗？你说我儿子儿媳妇知道不也得黄吗？你黄不黄你得把这事儿给我整澄清了啊。你这啥人呢？你这是肯定得黄。这你不你黄不黄你真黄你这事你这哎到时候傻呢啥玩意儿晃不晃的？那个黄灯，那咋回事呢？那个大哥他儿子呀，开车呀闯个黄灯，就担心罚这个6分。不罚了，俺俩刚才来呀，嗖嗖嗖闯2个，不罚了。呀，大哥，啊，你过来来，小严呐，哎。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好人王大海啊、哦！你好，王叔。哎，你好，王婶。这孩子冒冒失失，这是我老伴儿、啊，这是我家，我老他是个老光棍的，他哪有媳妇儿啊？你咋了？
我这找你不有事吗？我还正找你，林记者上你家找一圈没找着，寻思上我家待一会儿，没想到你改字儿呢。找我啥事儿啊？兄弟，你这啥意思啊？这事儿还没整清楚呢，你怎么还能往报纸上捅呢？你介绍一下你，那个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报社啊举办一个活动，要评选社区好人，我宋叔极力推荐您，说你是个大好人，我是特意来采访你事迹的。啊，你们是为这事儿来的？来，对呀，推你来了。啊，采访我？对对对。嗯，那我得怎么说呢？你说。那得咋说呀？就是啥的，别有的没有的，瞎说就行。采访我行，那个到关键时候，你该站出来就得站出来啊。采访你自己，弘扬你自己就行，别人不用你弘扬。你唱啊！接受个采访还得征求我老伴的意见，整的像你俩是一家。难怪人记者误会。王叔，哎，那咱们开始采访。采吧，那就采。你坐着，坐着采，坐着采，来，你坐着，坐着。好，谢谢。坐着采吧。王叔，哎，听说你在社区专门为人搞调解。哎，我就是闲的，我恰恰的，我东家调西家调啊，调的一堆麻烦。咱就说那天的事儿吧。啊，那天的事儿吧，也没啥说的哈。我大哥这个人呐，他就是谦虚。对。大哥这人呐，是个好人，他的确是谦虚。我告诉你啊，好到什么程度？没啥事儿啊，在我们社区里呀，就找这帮妇女聊天啊，挨家挨户给人做调解，我们还给他起个外号呢，叫妇女之友。因为这些事儿啊，没少让人老爷们多心呐。误会哈，你都踢过他呀？哎呀，门牙都踢掉了，现在安的是烤熟的，那他还乐此不疲呢。你说他图个啥？我能图啥？我寻思我退休之后待着也是待着，我能帮帮别人就帮帮别人，别人要快乐呢，我也就乐呵了，就算发挥点余热。哪是余热呀，就是大锅炉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大哥绝对是个大好人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就他这点退休金，再加上他平时捡捡瓶瓶罐罐卖那么点钱，就这经济条件还包了六个老太太。啊，这个服装费你把话说全了行不行？是怎么事呢，记者同志啊，我们社区要搞文艺演出，我给买的服装啊。哦，算我老伴儿包起一个。我老伴儿是单包的，单给我老伴儿做个旗袍老带劲了，那旗袍哈，就那开劲儿，到这儿。哎呀，你说那是开线了，那啥，这么回事儿？那天呢，我当报幕员，穿的呀肯定跟别人不一样。啊，那个采访差不多了哈，大哥，你家不有事儿吗？有啥事儿？我采访你，嘚瑟。你这采访我，我也没说上话呀。对不起啊，我激动啊。你别跟他瞎掺和啊！记者，你踩他，好好好，你踩他。那个记者啊，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。好，其实吧，哈，那个，其实吧，哈，我大哥这个人跟你说啊，哎，就是啥呢？说的少，他做的多。对。我就控制不住啊！大哥那嘴笨。他不好意思说，还我替他说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咋回事呢？大哥这个人呐，真是个好人。原来我啥人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那小心眼儿像针饼似的。那我老伴跟人说句话呀，我都压抑半年呢，都抑郁了。你看现在要大哥给我调解的哈，就我这心态哈，老乐呵了。没啥事儿，我还唱个歌呢。我新学一首歌，要给你唱啊。臭美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。哎
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呀，等开雪山上来坐下来。淡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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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瞅着没，我都给调疯了。你就这么说吧，啊，就没大哥呀，就没有我今天呐，就没有大哥，就没有老伴这条命啊。这么说我王叔还救过我宋婶的命。可不是咋的，就因为救他呀。我可不是嘛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记者啊，是这么回事，要没有我大哥给我们两口子调解，我根本都没发火。你看我老头那小样，哎呦，人小心眼还小呢。嗯，我跟哪个老头说话，哎，就说我跟他有事儿了。我瞅哪个老头两眼，说我跟人飞眼儿的。我又打个电话让我摁电梯，嗯，看看对方是谁。有一天我生气的，我就没给他摁。你就得摁，我就不给你摁。你就摁，我就不给你摁。我当时咔嚓一下给我婶打了电话，还让我钻席碎。然后我就离家出走了。他一走我就蒙圈了，干嘛呢？这肯定是有人呢。这朋友啥意思啊？我想不开了，我就把那窗户一咬踹，就嗖一下我就出去了。啊，跳楼了？嗯，你咋不好好想想啊？哼，没跳之前呢我啥都没想，等我跳出去以后啊，浮想联翩的，我就想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。那回去还能回去了吗？你到那DVD呢还能倒回去？宋叔，那倒不能。你家住几楼啊？二楼。二楼哪有时间想那么多，直接就下去了。你是不是没跳过？一瞅就没经验。不信你回家你跳一下，你试一下子啊。就人在跳楼那时候思维特别敏捷。是啊，你就给我整忘了。跳到哪儿了？一楼半。你看看还能想起别的事儿了吗？对，那时候我就已经跳到一楼半了。到一楼半的时候我还想啥呀，就往下掉，胡同一下就着陆了。当我睁开眼睛以后啊，我就看着眼前的花花草草的，我一看这是来到另一个世界了。哎呀，带劲呢，正陶醉呢，我就发现屁股底下稀旋稀旋的。我低头一瞅，妈呀，有个天使。天使？嗯，我当时我搁楼下浇花呢，他搁二楼嗖家就下来，一屁股就砸我身上。我住俩月院，他啥事儿没有。要错太棒了。你给勾成活的了，主播你。记者同志啊，大哥这司机呀，你看采访差不多了啊，那个你家不有事吗？赶紧回去。您老撵我干什么玩意？你说我这关键事还没说呢。嗯，你还有啥关键事？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说的话呢，你说你要评上那社区好人，我就评上了，我不也是坏人吗？快说快说快说啊！但是我怎么说呢，你说我长一千个嘴我也说不清楚。这是说不清楚就别说了吧。啥事儿啊？别说我成啥人了，来你们看看这个你就明白了。哎，咋的呢？你瞅瞅。妈呀，妈呀，太好玩了。妈，大哥那是你吧？那人是我。哎呀妈，你可真疯狂啊。哎呀，那底下那是男的是女的？女的呗，啥子都能看出来。哎呀我的妈，大哥我不是说你哦，你要找你找个有质量点儿的。你说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看长得龇嘴獠牙的，三体量长的，妈呀，你也真能下得去嘴呀、啊！你瞅瞅，你那大嘴唇子给人糊溜圆呢。
寻思啥呢你呀、啊？你想哪去了？你瞧我都急成这样，我那是救命啊，他给他做人工呼吸呀、啊。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这是救人呐！他心脏病犯了，当时我给他做人工呼吸，就让别人给他拍上了，就传网上去了。现在这事我跟谁说人也不信。你说你个完蛋吧，这事好办呢、你把底下那个呲嘴獠牙那个你找出来，给你证明一下不就完事儿？就是啊，你看找着了，人家不承认呢。为啥呀？人家说有儿有女无法面对，最主要是他有个老头心眼小，怕两口打仗闹离婚。说那话丧良心，这是什么个老头？谁呀？什么素质？你把他找着了，薅头叭叭俩大嘴巴踢死他。什么玩意儿？人家把你老伴救了，你还有功夫小心眼呢？踢死你！这刘永旭找他去找。喂，那兄弟，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现在就这么个人，大哥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你是那个老头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义无反顾地站出来。这事大哥啊，你不用担心。如果那个呲嘴獠牙，他要不承认，老伴顶上去。就替大哥证明一下，兄弟，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不用顶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那个呲嘴獠牙就是他，就是你媳妇，我救他呢，你看，别闹，考验我呢，不是，别闹，咱们我可以帮你就盯上来，但你别整真了。兄弟，记者也赶着呢，来你们核对一下，看是不是？来，你帮我放大，我看看。哎妈呀！真是，你看这眼睛，这痦子还搁这呢。主要是呲嘴獠牙呀。是你，你为啥不早站出来呢？你看把大哥难为的，满脑瓜是汗呐。做人得讲良心呐。我怕你生气，你不小心眼儿吗？哪小？除了个小哪小？鞋都三五的哪小？咱们呐，不能像社会上某些人呐，捕风捉影。把好事给说成坏事儿，那以后这个社会上谁还敢做好事儿呢？咱们这个社会呀，需要正能量，需要大哥这样的人。老伴儿，你就记住老头一句话：只要你不离不弃，我就生死相依。别高兴，就别说大哥给你做人工呼吸。就大哥亲你了，就当我面亲你了，能咋的？你来亲来吧。能咋的？老头子，你干啥去？我站凉台上透透气儿去。